为什么会临阵脱逃？你们至今为止有单独打败过任何一只怪兽吗？面对宇宙电磁怪兽齐波鲁加，比留坚闲人束手无策，如同布雷萨，连接两者的只有一个共同的使命，以及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。布雷萨也同样是想拯救生命吗？上吧，布雷萨，手中握持的是能斩断雷霆的利剑。超人力霸王布雷萨，星期日下午5点半，就在萌萌金字塔。